好，那我们今天来上一下粉蜡笔的教学啊。那粉蜡笔的教学啊，它有这几个啊，可以绑在上面。还有这几个，擦抹、交叉、过印、颜色、造型、晕烫、排水、刮痕，这几个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会先介绍擦抹的部分。擦抹的部分说，利用那个手指或者卫生纸之类的，可以把那个色块来推的均匀啊，它的效果就会有那个柔和效果，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叫柔和效果？那我现在示范一下。好，先借我一下。我就是老师在这里讲，不是老师。没关系。那以这个来讲，红色来讲啊。我们习惯就是涂下去，你们都涂得满满的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就太浪费你的色料，而且会不均匀。你觉得有均匀吗？没有。好，那还有最重要的是柔和的效果。那我们要做柔和的效果，就用手，比如说我们这样搓，这样搓啊。有柔和哎。对，柔和。但是事实上你要把那个色彩再涂厚一点，知道哈？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灰摩擦的部分哈。你呢？